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跨越远洋的旅程——水海道一致。好，这个多宝海盗的升华一的关卡，基本上前面有拍的木油鸭跟那个火油鸭，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口误的现象，因为他们不是木油鸭，也不是火油鸭。好，那没关系，现在为大家拍的是这个多宝海盗哈，升华一的这个示范。哦，总之就是全体攻击跟吹的。哦，共生这种都是全体攻击的打法，基本上也不用特别解释这样。哇，差一点点。没关系，关卡很简单，就是一直冲就对了。哦，这也是一样哈。通常左边这只血量会2滴，这是4滴哈，这是既定的一个模式。哦，就不用太去刻意背了。记下来就好，所以我先打右边那只打2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等下再全体攻击一波就可以了。OK， 夺宝海盗升华一。好，以上这个升华一的关卡示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等一下再为大家拍升华二，拜拜。